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年尾快乐。时间过了实在真紧哈，但是咱想讲哈，咱来想看卖，时间是一个足公平的礼物，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礼物。阿门吗？阿门。今仔是除夕啦哈，嘛是主日哈，除夕啊，主日的时阵，咱要做虾米同好？做什么最好？来来，主日当然就要来敬拜上帝啊，对不？吼、哦，爱做这个心灵满足的代志啦，吼、哦，会当满足人心的是啥？是创造人的心迄一位，敢毋是咧？阿门吗？阿门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用我的全心全人。我的专意来敬拜阿乐利，主因为你是我的主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因为你是我祖先信仰传承的主，我们来阿乐利。主感谢你，让我有一款听的团契，我伫遮会当三个组织，我会当用听来进入我新的一年，帮助我，坚固我，也启示我有信心来跟。更丁，予阮会当知你顺转美好的旨意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啊，毋知咱啊最近有过啊一个真平安的暗暝也无吼？啊，最近咱台湾实在是啊无啥平静吼。啊，伫无偌久之前，咱有经过一个讲百年难得一见吼的。瑞雪哈，瑞雪就是落雪啦哈，哇，大家欢喜噶哈，不得了哈，兴奋得不得了哈。讲吼，瑞雪兆什么？兆丰年哈，就是讲吼，迄、那个雪降落来时阵，表示讲丰盛的一冬会来了。但是哪有想到讲吼，世间的代志足歹恶变恶了啊，足歹无聊的啦哈。安怎？菜有受伤啊，鱼啊死了了哈。啊，前几天吼去到南部的。海港遐吼，啊，听因讲吼，讲即个鱼湖吼，鱼一斤吼偌济啊？三百鱼一斤，讲卖30块啦。因为迄时吼，会受伤吼，要冻死迄个鱼吼。但是吼，因讲吼，讲过几天吼，就变差不多100块啦吼。因为死了了哈，无鱼通好卖啊啦吼。啊，咱看咱台南的地冻，嘛是出乎咱的意料之外吼。有时足突然的吼。有时足突然嘞，予咱无法度来思想真侪代志吼。咱搁较进前，毛选出一个总统，有时咱心内讲吼，即个选举的结果，咱真像无满意，也是讲足满意的吼。但是咱相信上帝伫每一项代志拢有伊的旨意，阿免吗？阿免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一生的中间。啊，咱随时拢咧做选择吼，咱随时拢咧做选择。啊，选举嘛是一个选择啦吼。咱每一工做真侪决定，吼，做选择，啊，有诶决定，敢若是真细迄款诶代志吼。啊，有诶代志，啊，可能较大，啊，对人生有真大影响诶代志吼。啊，不管做虾米款诶决定，吼，有时即款诶决定会带来咱人生真重大。的影响，兄弟姊妹，有时咱即时咱伫遮，伫即个今年最后一天，咱展望着咱的未来一冬，我想咱的心情嘛是真正，可能充满期待吼，充满期待，又怕怎么样？受伤害吼，吼，有时咱的心情会唔知啊，未来安怎吼？啊，可能有真大的不安。有一首诗叫做《未走的路》，未走之路哈，The Road Not Taken 哈，是美国的诗人啊，叫做 Robert Frost 哈，伊所作的一首诗哈，著名的一首诗。这首诗伫表面哈，是咧描写旅途哈，旅途的人哈，伫遐咧旅人呐哈，伫树林内底拄到一条分叉的路，伫遐。啊，唔知道要往倒一边来行，迄款的心情吼。啊，
当你拄着头前一个路，唔知要安怎行的时阵吼，啊你即时你要安怎来安怎来做这个决定呢？但是拄着即款的情形的时阵，咱的人生的道路，就要靠家己来决定。咱知影咱的决定可能有得到，也有失去吼，啊，但是有时啊，咱有失去，才会当有得到吼。啊，这首诗是安尼写吼，讲吼，金色的树篮内底有两条啊分叉的路啦吼，啊，可惜我袂当啊两条路拢来行吼，啊，我伫遐徛伫分叉的所在，啊，我看头前啊，看到一条其中一条路的尽头吼，啊，看到尾啊，尽头有一条弯叉的路吼，就是弯路吼，弯过去之后啊，就看袂到啊吼，啊，然后。我往另外一条路底下来行，哈，我踏上了另外一条路，哈，这条路嘛是我心内所欢喜要行的一条路，哈，但是这条路可能安怎啊？草啊，发足长的，啊，人无看到什么款的人底下，啊，跟他亲像这款的啊，凄凉啦，哈，凄凉哈，啊，但是看起来两条路拢是差不多同款哈。这诗阁继续到最后一段的时阵，啊，当伊选择这条路的时阵，到尾的时阵，伊心内有一种的感觉，什么款感觉？啊，底下可能讲吼，到人生的一个坎站，我心内底下来吐气，底下来啊，底下想讲，后悔也无。伊讲吼，伫某一个所在，真久，啊，以前吼，我。捌伫两条路的中间，伫遐来选择一条路。爱是心内就想讲，我若选择另外一条路，我的人生唔知变了安怎？吼，可能是无同款的路，但是这就是咱的选择，这就是咱的选择。兄弟姊妹，这是咱的人生的写照啦，吼，咱人生可能就是这款的心情。咱随时拢在做选择，咱随时拢在做选择吼。捌有一个担任啊美国的财政部长啊的人，伫一个毕业典礼顶端，对毕业生底下来讲，无论你将来要做甚物款的代志，决策做决定吼，拢会成做人生同重要的代志。伊强调讲，人生就是不断底下咧做选择啦，吼。即使你若到年老，嘛是同款底下咧做选择。啊，囡仔时阵吼，感觉讲吼，那亲像别人甲阮做选择的吼，其实本身嘛是做啊，咧一直咧做选择啦吼。啊，即美国的财政部长底下讲哦，提醒讲吼，任何决策绝对无法度来100%成功的啦，吼，只有会当底下来评估利益甲损害了后，选择一条成功的几率较悬的一条路吼。所以做决定实在是确确实实是无简单的一项代志。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，咱今仔的圣经讲到啥物？讲到讲有一个王，啊是一个拄啊正做王的人，伊是所罗门的囝儿，啊所罗门的囝儿，伊伫关键的时刻无做正确的决定，地搞伊的国家伫遐来分裂。这段圣经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啦，哈，啊，咱来先来了解一下，哈，亚罗波安，哈，罗波安伫所罗门过身了，底下来做王，伊就前往一个所在叫做事件，哈，事件，哈，来准备要来做登基的大典啦，哈，登基的大典，啊，事件是啥物所在咧？事件拄啊差不多伫以色列所徛起的所在，中央的所在啦，哈，从中间的地方，哈，敢若亲像咱台湾即卖。差不多是台中的所在啦，吼，伫中央的所在，吼，伫遐来要来做登基，吼，啊，罗伯安，吼，罗伯安伫遮选一个啊所在，伫遐来登基，吼，有伊的原因，吼，伊第一方便各支派伫遐来参加伊的登基的大典，吼，啊，另外一个原因，则是以色列人啊，除了耶路撒冷以外，吼，同有属灵意义的所在，为虾米咧？什么款属灵的意义？因为以色列人，伊的列祖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
因的骨骸，哦，因的骨骸，哦，骨肤啦，哈，拢种伫遐，因的骨骸拢种伫即个所在。上时嘛是约书亚啊，离开世界以前，召集所有各支派啊，各支派的领袖，伫遮甲因立约，伫遮爱因来专心侍奉耶和华迄个所在。按照罗伯安所选择即个定居的地点来看，伊应该是一个有心要将国家来好好来治理的一个君王啦，吼，一个继位者吼。伊伫列祖所安息的所在，伫个列祖以啊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因所安息的所在，甲约书亚当年伫遐甲敬拜时伫遐立约，即个所在伫遐啊伫遮来做定居。表示讲吼，伊要伫遮来好好来接下啊，即个啊治理啊百姓迄款即重大的责任，表示伊愿意来承担即款的责任，伫遮来要效法伊的列祖，伫遐来敬畏耶和华，来敬畏上帝，来好好来治理伊的国家，按照上帝的心意，甲托付来做一个做一个好的王。伫罗伯安来登基的时阵，伊面临一个关键性的决定，什么款的决定？就是吼，伊必须爱决定用什么政策来对待伊的百姓，也来回答北方十个支派因代伊的这个代表所提出来的问题，就是要安怎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对待、来治理伊的百姓。咱看圣经的记载，而且看到罗伯安做的一个真好也歹的决定，真歹的决定啦，吼，真歹的决定，吼，伊做甚物款的决定，咱来看吼，伊做这个决定吼，地搞伊的国家底下来分裂，国家底下全变成做两个国家，为甚物会予伊的这个决定这么唔好呢？有三个原因。会当做咱的警戒吼，好，罗伯安做三个足唔好的决定。第一个，伊无了解伊面临的问题是啥物，伊无了解伊所面临的问题是啥物，伊无了解百姓的要求的背后存在的是啥物款的问题。来看亚罗啊，这个罗伯安这以色列百姓的众人中间有一个特别的人物，叫做亚罗伯安吼，耶罗伯安呐、啊、吼。耶罗伯安吼，圣经讲耶罗伯安啊，伫所罗门做王的时阵啊，伊为着相比大卫王啊，所罗门王的这个对杀吼，所以就去到埃及的所在，一直到所罗门王吼过身了后，伊才阁回来吼。根据列王记第十一章这个资料，耶罗伯安是一个足有才调的人吼。伊伫所罗门的宫廷，咧起造的宫廷中间吼，做真好诶职务吼，真重要职务啦吼，可能是大工头吼，监工的吼，真牛，即个管理所有建筑的事项啦吼。但是因为所罗门伊带外邦的女子伫遐来斗阵，伫遐来甲因伫遐斗阵敬拜上敬拜偶像啦吼，所以上帝就派一个先知吼，伫遐甲亚罗伯安。讲将来吼，伊要得到十个支派，吼，来做真做即个上帝对所罗门王的处罚，吼，所以后来所罗门知影即个消息了后，就想要来杀亚罗伯安，亚罗伯安就伫遐安怎来走去吼，走去到埃及啦，咱讲流亡啦吼，变成流亡的人士吼，伊说的人找亚罗伯安来做代表。底下来去见罗伯安，真明显的，就是要按罗伯安底下来警告。警告啥物？如果我若无法度得到真满意的答复，因已经有新的领导者，随时会当脱离罗伯安的统治，底下来家己成立因家己的国家。咱来看圣经内底吼，耶罗伯安这个人吼，原本是。予即个所罗门吼，认为讲要篡位的人啦，吼，篡位的通缉犯啦，通缉犯吼，伊甘愿冒着危险，甘愿冒着予受掠的即款的危险，
担任这个代表来见罗伯安，底下来做谈判的工作，表达出其实伊对新的政府，新的政府是有一个真积极的态度。只要百姓的问题乃当得到解决，伊家己实在是无一定爱做王，袂使哩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吼，咱看伊嘛是有一个真啊，为着国家百姓人民的一个心思啦，吼。咱知影罗伯安吼，41岁时阵来登基吼，啊，亚罗伯安真明显无了解伊所面对的问题是啥物，伊毋知影家己拄到啥物款的问题啦，伊毋知影家己的后患伫头前拄到的是啥物吼，所以吼，百姓要求吼，其实百姓要求吼，毋是简单讲吼，爱减轻因的负担哪点。不是简单讲，爱来减轻因的啊，咱讲税负的负担啦，吼，纳税纳较少那点吼，是反映出对所罗门王啊，做王的时阵吼，所累积落来迄款心内的怨气。列王记在章，列王记上在章直接讲，所罗门除了有。这个公主哈，但是有王后以外哈，也佫娶真侪的外邦的女子哈，啊人数哈有1000人哈，差不多1000个哈，啊伊年老的时阵，的军队跩女子，即个讲妃啦哈，王妃哈，妃嫔哈，妃嫔哈，底下去拜一个偶像。啊！若拜偶像，袂当安尼一个人去那点嘛吼，所以吼，就爱起足济庙吼，伫遮来，互伊来拜拜吼，或在啊，伊个大宝说伊伫遮来拜吼。啊，所罗门不但爱满足遐尼济外邦女子信仰的需要，连家己安怎嘛对咧拜呢，嘛对咧拜呢吼。啊，若要建设遮尼足济工程，对百姓来讲吼，是足重的负担。非常沉重的负担，吼，而且伫因传统的价值的信用的内底，吼，是对这个百姓造成足大的冲击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听出一个问题，吼，罗伯安，这个问题唔是简单，这个税相当的问题呢，是要给罗伯安一个机会，可以当带领以色列人啊，来离开所罗门王。彼时所做迄款歹的代志，所做的代志对国家造成的危机，以色列百姓是予罗伯安一个机会，予伊会当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罪恶即款的陷阱。有时咱时常将有挑战性的问题当作一个危机来看待，有无？有时一项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其实迄是一个机会。啊，咱拢感觉哦，这是足大的危机啦，吼、哦，危机就是转机，吼、哦。事实上，这款的问题真真正正是咱生命的当下的机会，咱机会会当来改正，会当来改换咱以前的错误，互咱有一个重新的机会，底下来出发。罗伯安面对以色列人所带来的问题，吼、哦，伊改动作是危机啦，吼、哦，他把它当成危机。哈，却无看到这是一个当世的机会呢，没看作是一个转机哈。结果，予以色列人、以色列百姓、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底下来分裂成做两个国家。这是亚罗伯安第一个问题，哈，伊的错误。第二，伊无做啊，伊无选择好的建议，哈，无选择好的建议，哈。亚罗伯安第二个无做正确管。啊，决定的原因就是伊无选择好的建议。罗伯安按以色列百姓讲，恁给我3天，给我3天，我会当来考虑看卖。伊利用这3天，伊要甲伊的智囊团底下来讨论，看要安怎来回应因的要求。圣经甲咱讲，罗伯安有2种的人做伊的顾问。第一个顾问是啥物？第一种的顾问是啥物？就是给老人吼，就是。大别王啊，阿所罗门王所留落来，或者老臣呐、啊，哈，这些老臣哈，老臣讲话拢较实在啦，哈，老人讲话较实在，啊，少年人呢，
咱来看少年人安怎讲吼，啊，有两种的智囊团啦吼，老人啊，前朝的遗老啦吼，第二种就是伊的啥物，佚佗啊伴啦吼，同伴啦，共运的迄同伴啦吼，啊，年纪大啊，年纪大的老神吼，所做的建议啊，写伫第七章，第七章安怎讲？第七十跩老神甲老伙仔讲讲吼，你若好好款待即个百姓，互因欢喜，用好话来应因吼，因就永远要做你的奴仆。就是讲，你要好好的款待他们，对待他们啦，吼，对待你的百姓，吼，让他们心中欢喜快乐，吼，用好的话，吼，用好话来讲给他们听，吼，吼，因的永远，他们就永远当你的啊仆人啦，吼。你拢记啊，十二章则嘛记载同款的所在啊，但是你拢记十二章则讲的吼，加一句话就是讲吼，爱叫这老婆安做跩百姓的萝卜，啊用好话来引领，互因欢喜，因着永远做你的萝卜啦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你若好好对待人民，人民着用因的生命，用因的一生，用因一切伫遐来回答你对因的好款待。咱看《列王记》甲即个历代志吼，即所记载吼，两列圣经虽然无完全共款，但是意思是共款的，就是爱老婆安来多多为着百姓来设想。即一边百姓迄款的，咱讲陈情啦吼，真情吼，会真做老婆安政权的转机啦吼，转机。哦，这是老人吼，这是老人给。啊，罗伯安的建议哈，啊，再来第另外一批人哈，甲罗伯安建议哈，圣经讲吼，因是甲罗伯安交文啊，共文的人啦哈，共文的人就是讲年纪是差不多啊，圣经而且用这少年人，圣经讲因是少年人哈，啊，来称呼因啦哈，这批人哈，因改叫做啊，圣经改讲因是少年人哈，伫圣经的原文哈。少年人的意思就是啥物？囡仔啦，吼，囡仔啦，吼。即批甲罗伯安斗阵，伫啊中台，伫伊个面前服侍的少年人，年纪到底是偌济咧？咱讲伊是甲罗伯安交往的对无？啊，嘿，啊，罗伯安当时做王，啊，41嘛，吼，41吼。啊，咱讲交刚稳的吼，差不多加减五岁啦，吼，可能是超安尼差不多35岁到。啊，45岁的中间啦，吼，啊，35岁到45岁中间，敢也是囡仔，哈，应该唔是囡仔啦，吼，应该唔是囡仔，吼。圣经讲这批是少年人，其实唔是讲因的年纪真小，是讲因的思想安怎，就幼稚的啦，吼，思想非常的幼稚，吼。咱当对伊的回答，会当看出因偌幼稚啦，吼。因建议王安怎？因建议讲，王讲吼，我的马颈较大，我的老爸腰，吼，我是很有 power 的吼。我的老爸爱恁背重的担，我要安怎？我要加添吼，啊你若背100斤，我要分200斤的担。啊，我的老爸用笔底下来甲恁更改，我要用啥物？吼，用给他糖，吼，蝎子，吼，蝎子有毒吼。用给他糖底下来更改恁，哇啊，百倍加倍哈，这样子给他们啊更大的重担呐哈。咱看中国的历史哈，啊各国的历史嘛，有亲像这款哈，安尼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在君王啦哈。啊，佫有真侪哈，王嘛是安尼听一挂啊有诶无诶一挂人的话哈。咱看咱的国家有时哈，咪感觉讲哎呀。啊，有的人奈，有的国王吼，有的总统吼，奈，敢来听一挂人，啊，无爱听另外一批人的建议嘞，吼。罗伯安将遐人所建议的话，除了第一句话以外，全部拢按百姓来讲，全部拢按百姓来讲。当担吼，这个担吼，代表百姓爱交予百姓啊政府的税，啊，这个边吼。代表政府对百姓的管辖，罗伯安对百姓伫遮来讲的话，伊的意思就是安怎？
我要收更加细碎啦，吼、哦！我会甲恁管去管甲更加严啦，吼、哦！我要对恁的管辖更加严重啦。罗伯安登基的时阵，已经是41岁的人哦。伊采纳这个少年人的建议，表示伊甲这个少年人是安怎是同款的啦。以自我做中心，底下来做决定。那用自我做决定的时阵吼，迄款的人绝对无法度来做出什么款好的决定。啊，正确决定袂出自啊，即、這个用自我做中心迄款决定迄款的思想啦，吼。咱会当对罗伯安底下，咱会当看到做决定的时阵，敢若考虑家己的立场，考虑家己的利益的时阵，不但袂当为别人带来祝福，而且会当会造成。足大足大的损失，足大的伤害。过来，罗伯安做错误决定，第三个原因是啥？无按照程序调整，无适当的决定。罗伯安宣布伊的决定了后，来陈情，来请愿，遐以色列百姓当然足受气的啦，吼！因对王讲吼，我伫台边有啥物款的分歧啊？我甲亚细的囝无干涉，伊说的啦，大人倒去恁的布平，代表啦，着顾你家己的厝。伊说的人回答意思就是讲吼，好，我今即马甲即个代表王吼，即、哦這个所传落来即个王，跩已经无分家了，无关系啊咯。好、哦，我们要跟你一刀两断，好、哦，我们到此为止，哈、哦，到此为止哈、哦，你行你的路，我行我家己的路。我们回去阮家己的厝，我们伫遐家己做王咯，吼、哦，要家己推选阮家己的王，吼、哦。讲吼，你代表的家啊，你们自己顾你们自己的事情吧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相见不如怀念呐，吼、哦，我们就走吧，吼、哦。一些人对王的回应，就是讲，代表王，你啊，一些罗伯安王啊，你既然掠家己做中心。我甲你无虾米通去讲诶啦，吼！大家回去过自己的日子啦，吼！所以，即个代表等于厝啊，后来伊说咧真真正正采取一个分裂的行动，因底下来分啊、分家了，吼！因为罗伯安无愿意调整伊对伊说咧百姓迄款的政策，啊，即个罗伯安伊无愿意调整伊对伊说咧人政策吼，所以就甲一个官吼，叫做哈德兰的官，去以色列人的中间。圣经讲，这个官是啥物？这个人是啥？是掌管浙江人的官啦，吼，就是即卖劳工部长，也是讲劳工总管啦，吼。伊哪会带这个官去以色列的中间呢？啊，这个哈德兰吼，其实的职位吼，甲当年亚罗波安伫色勒文下骹。做个监工啊，监工迄款个地位是差不多啦吼。但咱想想一下，如果罗伯安当时派另外一个职位个官员去以色列中间，嘛袂讲刺激因底下来翻盘吼。哎、啊，大旗个是啥物？大旗个是劳工部长啦，是那个劳工总管啦吼。如果罗伯安当时来派另外一个职位个人去因个中间。因应该也可以当来听因所讲的话。虽然伫国王就职典礼时阵，伊说的陈情吼是有拒绝，因至少也会当保持一个真平静的局面。罗伯安即时派哈德兰伫遐去以色列人的中间，就是代表伊要来增加以色列人的动荡。以色列人拄好找到一个真好的理由，正式。甲即个耶路撒冷的政权伫遐来，通讲摊牌啦，伫遐来全切开啦吼，就是摊牌的意思吼。如果咱啊对的问题已经有真正确的了解，那么为中来啊、对无同款即款的建议的中间来选择同好的方案，伫即款的情况来做决定以后，是毋是表示啊？无需要做调整咯，嘛毋是安尼呢？
伫四道行端内底，啊有真侪礼吼，就是安怎？有两个礼，甲咱讲吼，说事你若已经做一个真好的决定，这个决定嘛是正确的。但是四道行端两个礼，甲咱讲吼，其实迄时嘛需要来好好来思想，真正正确的计划是啥物？是毋是也会当来改变？伫四道行端十五章底下记载讲吼，保罗甲巴拿巴。在那裡去傳福音的時候，去做宣告的事工，他們在路途的中間，因為一個人改變他們的計劃，這個人是誰？這個人叫做馬克。馬克原來是這個宣告團體的一個分子哦，宣教團體的一員啦吼。啊，他在做工的時候，在那裡宣告的時候吼，忽然做到一半轉這樣，流酸啦吼，可能太艱苦吼，真的宣教很辛苦吼。啊、馬克吼，啊看毋是辦事安怎，得流酸去啊吼。啊保羅因為即个人吼，即、這个馬克吼，底下吼吃不了苦吼，啊得對作感冒的吼，啊得不愛去帶伊去，互伊動工啦吼。但是吼，伫因宣告的時陣吼，巴拿巴堅持吼，佮予馬克一个機會吼。啊所以吼，保羅因為安尼，甲巴拿巴底下来分道揚镳，因得去傳家己。意向即款的福音的事工的所在啦，吼，因着家己伫遐啊来选择因家己要去的所在，吼。啊，马克着加入去巴拿巴即个宣教的团队，吼。巴拿巴为着要造就马克，伊愿意来改变伊家己的计划。巴拿巴为着要造就马克。好，也当伫即个宣教的团体伫遐来受造就，伫遐来成长，伫遐甲因三同工，所以伊就甲保罗来分开，伫遐来训练马克。后来保罗伫写予提摩太的书批信的中间，伫遐讲，马克伫传福音的事工对伊有足大的帮助。后来马克嘛阁倒来帮助。保罗的团队的事工，这时间证明巴拿巴的决定是对的。马克受训练成做一个会当承担责任的人，为着要造就别人，咱会当适当来调整咱家己已经做好的一种的决定。第二个改变，咱来看四道行端十六章遮吼，保罗伫暗时的时阵，伊伫看到马其顿异象进行，哈，伊决定的宣告路线，伊是要为着要往东底下来行，哈，他要往那个庇推尼，哈，啊，伊要往亚细亚底下来行，但是圣神禁止讲道。后来伊要计划去庇推尼遐所在时阵，嘛受圣神的阻挡，无法度往前为东底下来行。后来上帝伫异象中爱保罗往倒一边行。往马其顿吼，往西啦吼，就是往罗马帝国迄边的中心底下来行。保罗就决定改变伊原来计划，福音就是伫即时阵来传入欧洲。咱知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中心就是伫欧洲，保罗将福音来传入欧洲以后，借着罗马帝国的力量底下来福音传播的速度底下变足紧的。有较好计划时阵，原来计划是当底下来改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即马，咱已经要来面临咱新的一年。咱面对新的一年，咱毋知心内会惊吓无？吼，拄有人讲吼，讲既期待又怕受伤害，对无？吼，但是兄弟姊妹要甲咱讲。不要畏惧明天，因为什么？上帝已经在那里了哈。咱免惊明仔啦，上帝已经伫遐咧，咧听候咱要甲咱来相同行咯。兄弟姊妹，新的一年你要安怎来面对你头前的道路咧？咱的人生有足侪足侪决定伫遐要来做，求上帝帮助咱。咱伫咧这决定进程，咱爱好好来了解。咱人生的情况，咱来看咱人生
是行到什么款的坎站？坎站，咱好来思想上帝要甲咱来讲，安怎来讲？要安怎启示咱？求上帝帮助咱，在咱做决定之前，咱会当来了解来了解咱家己的情况，也会当来寻求同好的建议，然后决定以后，咱也会当为着造就更较好、更较合上帝、上帝的心意，咱会当来调整咱的选择。选择的道路是一世人长久的代志，是咱一世人爱学的功课。伫这个时阵，愿咱会当斗阵伫遮来学习，咱会彼此伫遐来守望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来守望，来安然来抓牢上帝的稳定，咱当建立正确的价值观，予咱会当知安怎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。咱来记得，无基督无平安，人目基督得到平安。No Christ, no peace. No Christ, no peace. 这我会记得，把吾咱来分享的一句话。在新的一年，咱好好将咱的主耶稣基督来迎接进入咱的心中，愿咱斗阵来学习彼此守望，来领受上帝丰盛的稳定。咱三个来祈祷。祝阮即时欢喜快乐，祝阮知你的稳定满满，够也阮来通。使用，主要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点亮我们的人生的头前的路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挖主，挖客主坚强，挖客主来得胜。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赏赐我们属天的智慧，赏赐我们属天的快乐。我们可以挖客主在这里好大走我们人生头前的路站，我们可以有智慧来做美好的选择，因为主是我们同大的挖客。感谢主耶稣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